超马家人，还有网络的家人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庄一如，我生长在一个农家子弟，首先就是从婚姻开始讲，在我22岁的时候，媒妁之言，就嫁到台北来。我心中不想到台北来，可是上天他就安排我到台北。我不嫁给姓张的，结果都事与愿违的，嫁给了姓张。在婚姻的阶段里面，只维持了6年，过1个月18天。我先生他发生了一些症状，起初就是腰痛，在腰痛的过程中拖延了超过半年，到各家的医院去检查 X 光，所有的医院都检查不出他到底是什么病。到最终的1个多月前，林口长庚打电话叫他说：“那你来住院，来检查。”于是他又告诉我说，他要到长庚去住院，当白老鼠嘛，每天吃着药，抽着血。他每天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检查那个检查，都没有办法检查出来，就拖到腹部已经肿起来了嘛。结果医生说，要不然我们就开刀。开刀的时候，他看我这么瘦小，不可能照顾得了他，因为他身高180。体重差不多在100左右，一只脚我就抬不起来了，所以说他跟我讲说，你不要来照顾我，因为我很怕你来照顾我。我说为什么？你这么瘦小，又推不动我。他很怕说他从中就走了。结果开刀之后，过了超了1个礼拜，结果他发烧了。因为在林口医院住了15天才开刀的，当了白老鼠没有办法，只有开刀。他开刀的时候叫我签那个意愿书嘛，我跟他讲说，这一张纸要你自己签，因为我不保证说你开刀之后是不是会好，那你们家里的人一定会怪我，说我同意书嘛。这张我就是不签，他就讲，你帮我签，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力气可以签这个同意书。所以说，那我在当下，我叫他哥哥他们都来，我在他们的面前，是他愿意签的。不是今天我推到他手术台，结果他开刀的时候，那个医生就讲说他的妻子在哪里。当我进去那个开刀房的时候，他就拿了几颗那个割下来的东西，他说我猜的没错，是这里，其实不是真正那里，已经引发到最后的末期。那在当下，他想说，我开刀一定会活。结果呢，事与愿违，就只有在长庚1个月过2天，医生就宣告失败。于是就从早上7点下倾盆大雨了。我想说，今天我不去了，因为我早上呢，3点多要去洗车，天还没亮我就要去洗车，要去工作赚钱。然后突然间来一通电话，我想说今天不去了，下那么大的雨我就不去了，太远了，因为我都骑摩托车，然后就一路杀到林口长庚，结果那一天也不能不去，已经不省人事了，就这样一直拖到差不多晚上7点，插管就救护车送回家。所以说，台湾话讲说，早顿吃了了，2点钟拢吃去，因为他拖到10点45分才走，没有留下任何的财物，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物品，之前的物品。那我们的小孩子就3个小孩子，一个5岁，一个4岁，然后一个才不到5岁。之后卓理常常来找我麻烦，我说找麻烦是没关系，因为那个房子本来就不是我的，你有钥匙你就自己开进来了。他就故意按门铃，就百般的刁难，你要帮我开门，这个房子不是你的。说，对，房子不是我的，可是我是暂住的，就一再的找我麻烦。那小孩子还小，一个读幼稚园，读明星学校，2个也要读明星学校，那3个你不给他读的话，长大之后。问题就很多了，所以说我也让他都读一样的。那时候80年的道生已经很贵了。我早上3点多就要出门去洗车，一个就先把小孩子先到婆家去，因为住在万华，我住在中和，我晚上都还要再带他去。然后回来要睡觉，早上3点就要出门了，没有办法顾。于是他就想尽办法，晚上很晚就来家里闹一闹。我就有一个，反正他就是要把房子收回去就对了，因为我老公是最小的，那时候他才32岁，我才28岁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灵机一动，我就想说，没关系，你赶我走，我现在偏偏不走，我就拖到1个月之后，我就去找对面的房子，就1条街他就找不到我了，因为我一边锦屏路在上头，我在对面而已。那时候我就想，马上搬家。我就跟小孩子说，今天是礼拜五嘛，明天就不用上课了啊！你要把衣服要穿的、东西要拿的全部收一收，还有户口名簿一定要拿。我那个大女儿好聪明，我说你认不认得我们家的名字？认得啊。那你知道放在哪里吗？知道啊。结果她在整理衣服的时候，他阿妈问他说：“啊，你今天怎么把衣服？你就衣服把它放在洗衣机里面，我就会帮你洗。”他说：“不用，我妈明天不用上班，我要拿回去给她洗，因为她太闲了。”结果就这样，我就先进去，他说：“妈，这个先给你。”就这样。我就带他们回家之后，我马上把东西收一收，在傍晚的时候，我马上离开那个地方。我再回头去，东西没拿到，再回头的时候，人家已经还我，东西拿不到也没关系呀，反正再买就好了。我就这样洗车子、包月，就洗了18年。陆续去的就这样。那当产业都开始落寞了嘛，股票在10000点跌到剩几千点的时候，好多客户本来是给我洗车子，他说我无能为力在帮你了。他好不好意思跟我讲说，我现在工作都不保了，不能再给你洗车了。即使是硬着头皮，一拖，拖了半年。我在工业区呀、替他们工作的时候，我学到了很多。有的老板很慈悲，他都没有那种期盼。有些老板就好像暴发户一样，看你不顺眼，你那个车子要每天帮我洗、帮我清，我是昨天才清而已。他说一样，你今天还是要帮我清。说没关系，那我就帮你清。我那时候洗车虽洗车，脾气也很拗。我想说没关系，你百般的刁难我，那我这个月收完了，我就跟你说，对不起，老板，我这个月就洗到这里。我也不服输啊。那天地安排的就是我在80年的时候，虽然是人家都不要洗的工作，不要的工作，洗车很辛苦嘛，你要提水，还要擦车子啊，每样东西都是要手工，不像现在，车子来了，等车子来了，我们就有那个自来水可以冲。我们不是，我们要提着水，每天要两个毛巾，我一天要洗60布。有时候下大雨的时候，我都洗到快要哭了。我说干嘛都洗不完。其实我也很感恩天地，因为他无时无刻的在照顾我。尤其呀、我早上很早就起来了嘛，3点天还没亮就起来工作。我要先把东西呀、儿子的衣服啊，先把它整理好。7点的时候，幼稚园的车子会来。我早上洗完的时候，我还会回家再巡视一下，看他有没有穿好啊，幼稚园的老师有没有来带他走啊，就这样。有一次，好几次啦，我那个儿子好几次走失了，他说我要到工业区去找你，丢掉了3次，都没有丢掉。刚好有好心的人啊，他说你家住在哪里？他说我家住在那里，可是我要去工业区找我妈妈，就丢掉了3次，都被人家好心人的那个。然后他说你家的电话知道吗？知道，我家的电话我知道。我一回到家，奇怪。12点多了，我的儿子怎么还不回来？结果电话响了，你是某某的那个妈妈吗？我说是。你的儿子啊，走到半路了、结果说要去找你。我想说那么小可能会丢掉，因为幼稚园大班而已嘛，他就不敢让他再继续走。有一次走到那个养猪的地方，狗太多了。被他追着走，十几只的那个狗啊追着他，有一个好心的人就赶紧把他赶走，说差一点就被狗吃了。当时听了之后想说，那我尽量的工作把它缩减，叫他说要回来的时候先通知我，老师要通知我。刚好他在楼下的时候，我那邻居蛮好心的，因为他的儿子跟我的儿子是同班同学，他就说啊，你妈妈是不是那一个洗车很早就出门的那一个？他说对，我妈就是那一个。那你以后下课的时候先到我家来，你不用上6楼嘛。那时候我是租房子，租6楼加盖的，就是那一个楼梯呀、养了一只黑狗，很吓人，所以他不敢上去，要不然他有钥匙。他好几次说，那个楼梯呀、有一只大狗，我很怕，我不敢。就这样，我发誓说，我35岁，我一定要买房子。天地有听到我的情书，结果他。给我在33岁的时候，我就买了房子，因为我租了4年的房租啊，我觉得不太划算。好不容易有了一桶金呢、啊，我就可以买，用100多万呢、啊，用首购的，其他的来贷款，我就买下我现在住的房子。我相信只要你有心，你不要回头想，回头去看，往前走。你回头看的时候，都是悲伤的，没有好的。我要感恩我的那个主理，今天没有他这样百般的刁难我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将我的潜力呀、给激发出来。所以，我回过头，我要感恩他。我说，我发誓，我要用我的成功来报答你们，总比怨恨他来得好吧。我的一项的座右铭就是说，我要往前走，不回头看。回头看的话，我就输掉了。因为想起以前的事啊，蛮苦的，就一直到18年之后，我就进入了43岁的时候，没落了嘛，洗车没落了，我就转入保险公司，也待了10几年了。在这个行业里面呢、啊，太紧张了，因为每天呢、啊、逼着业绩，让我喘不过气，就刚好是换了收费区，我遇到了经理他送我的一本书，第一次见面就送我超马，然后我是4月份拿到的，可是我想说这个书翻一翻，没有仔细的去看，因为那时候一直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方法，因为在道场里面我不会走很久，3个月、4个月不对劲我就走人了，我也没有全心全力的在那边修还是什么。可是你只要去碰到一个庙的话，我就要花很多钱，因为他会讲说你哪里啊，祖先啊什么的才会使你不顺。当我接到超马的这一本书的时候，我都紧张到吸不到空气。结果我也是这个时候，因为我进超马刚好1年，刚好今年刚好。然后我当下7月份的时候，我4月拿到7月份的时候，我说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找一个出口。然后我就问经理说，啊，经理姐啊，你上次跟我讲的那个读书会，那时候是读书会，还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去？他说我每天都有去。那怎么了？我说我想去。那时候已经来到这边了，第一次我有跟他去，在敦化南路那边就是南京东路，在南京东路我觉得太远了，所以就我放弃。结果7月份的时候搬到这边来了嘛，我也很幸运啊，刚好老师还在台湾，我上了几堂课，我上的觉得还不错。然后我经历带我三天3个礼拜的那个课程，我再来我就自己来，我有感觉，因为我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的呼吸顺畅了，我的能量也慢慢的在提升。最主要的就是说，我以前会忘东忘西，现在已经补回来了，过目不忘。所以这个蛮意料不到。哎，我还有我家的那个台中的那个水管破裂，也莫名其妙的，突然间在分享会得到的，那个英奇妈妈分享的，本来要花20几万，结果我花了2万8就完成了。哇！天帝给我太多太多的照顾，我希望大家在分享会的时候，还有导师的共修，大家都能参加，不要失去这个机会，把你们的能量啊补充的满满的，幸福自然就来了。感恩我今天的分享。